神乎其技的舞台魔法师汪涵和他的小伙伴波蒂。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湖南卫视娱乐脱口秀节目新鲜又有营养一叶子面膜为您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欢迎大家。今天是咱们这个 Magical Dream。 什么叫 Magical Dream 呢？因为咱们节目这么棒，对不对？对、南有虾北有蟹，咱们天天向上请来了整个自然界。你看今天请来我这位了不起的嘉宾多了不起。我跟你说大张伟、前几期你输急了吧？什么输？没输急了。今天 X-Men 请一个卡通人物，你这算什么？今天绝对不可能输，如果输了我把我鞋给吃了。我跟你说你表情，下一个，来下一个，笑也笑不出来，来哭一个，哭一个，哭哭也哭不出来。你看哭不出来笑不出来你怎么赢啊？大张伟，掌声欢迎。我们这是谁啊？是我们的波蒂。到底是谁啊？这个我们请他把头套摘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好吗？对，你敢，你吓疯了，你吓疯了。大家好，大家好，波蒂，郑老师好，郑老师好，韩哥，这一期我们输了。保证你怎么弄一个头套就上来了呢？跟你什么关系？你对他那么好？这是我弄了6年那个动画电影的人物。哎呦，6年，我也是拼了。这6年大家都在问，这老郑钧在忙什么呢？花了老鼻子钱了，钱的数目我都不敢跟你说。多少钱呢？一说这个大张伟整个就吐了，就血，这让我怀孕啊啊！你就为什么一样，就花6年时间去做一个这个动画电影？3D 动画，对，怎么了你？6年。基本上就疯了。对啊，我觉得也就只能这么解释了。像我这6年，除了每天坚持给手机充电，也没干过，也没做过什么别的事儿。我真是向您学习。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老郑特别让我们佩服啊。作为一个摇滚乐手，其实这6年你其实是用摇滚的精神在坚持做这个事儿。对，我就认准了这事儿，我就死磕，我要把它做完了。以后，对，我是觉得你热爱的事儿，你做它的时候，你不会感到痛苦，也不会感到无聊。你娶老婆，你也希望你能热爱她。凡事都是这样，对对对，过个10年你还是高兴热爱的，所以这也大张伟，你热爱你的经纪人吗？我就知道今天要说这个话。我当然要，当然，为了咱们节目收视率，我在这个节目要说这句话。拼了！我跟我经纪人就是友谊。后来的超友谊关系，我当然就是你热不热爱你的经纪人吗？他是挺热的，然后我也挺爱的，都不错，都是好朋友啊，都不错啊。这个电影呢，通过6年的打磨，终于要在7月8号。这个啊，我真的是要好的事情要连说三遍，连说三遍。7月8号，摇滚藏獒，你看这边已经请来了。这个重磅嘉宾啊，没法玩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要思维活跃，要想象力，对，要敢想，是敢做。而且我们拼一把是为了能够帮助贫困地区的中小学生能够读好书。是是是。我们天天向上携手芒果微基金唯爱行共同发起的天天向上图书室公益项目，为孩子们配置图书室，胜者一方，我们。或者对好朋友，对，都可以捐助一所贫困地区的图书室。希望有爱心的观众能够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唯爱行善慈善运动 APP。接下来我们有请两队各自出自己的嘉宾代表。好，首先派出的是高手，他获得近1亿元的投资，可谓是中国创业界科技的颜值担当。他就是我们的王孟秋和他的弟兄们。好，这一局我们派出的是一位高手中的高手，出自他的镜面蛋糕，让人觉得吃下去都是一种罪过。他就是来自俄罗斯创意甜品大师奥利加诺斯科娃。欢迎 welcome。 哎呦，真高！哇，这个蛋糕太漂亮了！哇，
真能吃吗？哎，来镜头，镜头先拍。长得也好看呀。本来想看这张脸的，后来一看这个蛋糕，还是先看脸吧。先看脸。哇，这太漂亮了吧！太漂亮了，叫什么？这俄罗斯语，如果要说漂亮的话，很漂亮。就是来。CV 压力不用级别，直接直接爱上了，就爱上了，爱上了。奥利加手上端的是现在网络上面最爆红的镜面蛋糕。镜面蛋糕，方涵老师好像也做过这个蛋糕哈。我在《偶像来了》里头，我跟青霞姐我们那一对啊，我们也做过那个巧克力的镜面蛋糕。我们特别想问一下您，怎么样可以做成这么好看？Смотреться в зеркало, как любая девочка.Увидеть свое отражение, можно же вместе посмотреть. Yeah. 可以一起看一下这个照片。哦，可以照见自己的脸，这个可以，就是 selfie 自拍自拍。照镜子，你问他能不能做照妖镜啊？那个照妖，你照，哎，你照一下，你照一下，照妖，照我的腰就行了，照妖镜，妖，妖精般突出嘛，是吧？啊，对你介绍一下孟秋。哎呦，这三位了不起了啊！这位是结拜的，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好多人吧都用那个杆去拍，现在因为他们几个人咱们要淘汰那个杆了，因为他们发明的是这种无人自拍机。真的假的？无人自拍机，他们是自拍。等一下，没有人，你拍什么呀？没有，就是拍风景啊，拍蛋糕啊，对不对啊？孟秋，您给我们演示一下。其实，我想讲述的是我儿时的一个梦想。我相信在座的很多朋友都说你儿子的梦想干嘛？儿时。很小的时候我就幻想呢，有一天会有智能的机器人，很安全，很可靠，然后可以一直跟着我走来走去，我去动它。你肯定是看那个什么哆啦 A 梦看多了，或者皮卡丘，或者皮卡丘，对。所以我和我团队的小伙伴花了2年的时间，为了实现这个梦想，然后做了这一台。你花了多少年时间？2年，对，它的英文名叫 Hover Camera， 全世界第一台真正意义上安全。可靠，然后便携，它可以折叠，还便携。它的操作非常简单，就只有一个按钮，对吧？哈，所以当我就是摁完以后，我松手，它就旋转。对，自动扑空，没错。然后它很聪明，所以你推它的时候，它自己会回来。哇！就比如说，如果我绕它，它自己会再转回来。前方，这一段真的是厉害了，对不对？哇，厉害！然后你可以直接把它从空中抓住。等一下，我们这里也有一个按键，对。您这，你看我的松手了，松手。你看，怎么样？你推一下，我推一下。我去接一下我手机的那个屏幕，这样大家可以看到我手机上看到的画面。哦，直接就能拍。各位真的是见证人类奇迹的时刻，这个就是啊，我可以轻轻的一抛，对吧？然后大家看到就是这个，你看到它的画面啊，就可以拍了啊。好，我能载入这人类史，载入人类史上吗？人类史册，往后推一点，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进到画面。哇，哎呦，还有哇，说好们挥你的手，伸你的手，你们是载入人类史册的一幕。Okay, 那我数到三，大家拍照 ，OK， 好，来，3、2、1。已经拍下来了，观众拍一张，他们史册。我先把它拉回来，好吧？观众拍一张。哇，你拿手机直接拉黑。哇塞，拍到。拿到这里我就可以抓它，然后讲，我们转过来跟观众朋友一起拍张吧。所有的朋友们。咱们一块拍照啊！我唱《想你的》，各位唱耶，好不好？来，我把它先轻轻地推出去哈。哇！对，然后这个台转过来，这个台哎要拍照是吗？来，上去，一二三，走！想你的耶！哇 ！OK， 好，我把它切到另外一个模式，去给我们的粉丝团的朋友拍一下，好不好？好 ，OK， 这个太厉害了。这还能当电风扇呢，这是大美人儿，真的拍广告用的。这能飞多远，孟秋？它可以飞得非常远，是吗？对，哎，能飞到那边吗？然后大家看啊，它现在固定住以后，我可以控制它的摄像头，能不能去撞？可以上下这样俯仰，去撞那胖子，然后可以旋转。对，好 ，OK， 这边的观众准备好没有？想你的，耶！这个厉害，这个真是厉害。然后那边呢？飞到那边去，好不好？这边。这边的朋友倒立，它有一个安全降落的 procedure， 就是一个流程，我只要按一键，它自己就会降落。请那边的朋友帮我接一下哦，等一会儿哦。OK， 我不要怕，它很安全。谁都是麻烦你帮我拿上来，赶紧跑！哎呀，就拿着就出演播厅，这么好的机会，对呀，真的是，哎呀，要我一口气就跑到东塘了，我这3亿呢，这东西。
大张伟，哎，这厉害了，人间精品，这是真正的人间精品，真的是太厉害了。怎么样，王一博？我觉得好帅啊，好帅吧？对，又帅又好玩。而且我觉得那一刻特别值得骄傲，因为之前所谓科技，好多东西都是从国外来的，这是真是咱们中国人做的，而且是给外国人吓疯了的那么一个。我说就得吓他们，凭什么？我说最近怎么新闻老是说外国人疯了呢？被你这吓疯的。那种梗茬儿，怎么茬儿？这个现在是上市了吗？还没有，我们很快就要开售了。哦，你这花了多少钱？对，反正花了我们80几个小伙伴2年的时间。是老郑，你们那个花了多少个小伙伴？大概有50个小伙伴，50个小伙伴，6年时间，6年。但是人家7月8号上映了，你们这个呢？惭愧惭愧，我们可能要到9月左右吧。要到9月左右，你们现在这个有人给钱吗？我们有融资，就是叫融资啊，不让给钱。你是想给？你想给钱吗？你的意思？我跟你说，现在像这么好的项目，你想给人家都没机会要了。哦，真的啊，真是这样，都抢着给。你现在大概第一笔融了多少钱？我们其实前前后后已经融了2500万美金了。算一算，2500万，你多少钱人民币？那个一五。老郑，你们那电影花多少钱？大概6000万美金。六。没听见。花了多少钱并不重要，我觉得，关键是说花了多少心血。对，哎呦，真的是特别值得骄傲。孟秋，你赶快介绍一下你们的小伙伴，要不然他们就分手了。老介绍他们。在我身边的这位帅哥叫黄鹏辉，然后我们管他叫小灰灰。小灰灰。然后再靠那边的是陆一凡，然后在我们公司我们都管他叫男神。男神，你们三个都是感觉都是男神啊，都挺神的呀，啊，都挺神的啊。小灰灰和男神，要不你们自我介绍一下？你不介绍完了吗？没有啊，我就说了个名字。说什么？来，在你们的这个 company 里面，你负责什么？哎呦喂，他们来，好，大家好，我叫黄鹏辉，然后我做的是视觉研发，就是怎么拍着好看。并不是啊，不要乱入好吗，大哥？我就是猜测嘛。那是做什么呢？是做图像增稳和 SLAM。那不是差不多吗？对对对，图像比较稳定嘛，不就拍得好看吗？您的说法就比较有据点啊，对，他们要说的特别高深。对对对，好，一凡，您在团队做什么啊？我在我们团队是做 Hover Camera 里的 Control Engine， 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引擎驱动。引擎驱动，对，相当于就是那个风扇，偷拍，看谁有什么引擎没有。Control Engine。天球，相当于人的大脑控制引擎。对的。他们现在啊，全球都在追捧，全球都要拍照吧？对啊。现在拿个自拍杆多麻烦啊！多流行自拍啊！现在到任何景点，自拍杆都打架，一拍屁，哎，让让让，拍，然后变击剑比赛，你上，这又不能了吗？说怎么茬怎么茬啊？对啊，闪开，我先拍。啊，自拍杆打架，将来半空中全都是黑的盒子，乌嚷嚷的看不见。景点都看不到了，我跟你说。就是说有空中碰碰车是吧？说你哎，你还撞我，走你走走你吧。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刚才那个风这么大，也解决了我一直一个困扰，因为家里弄火锅的时候抽烟机啊不能随便的。你让他倒过来，上面一直你让他倒过来。移动抽烟机，移动抽烟机，我太厉害了。我特别想问一下那个孟秋，当时怎么就想到要做一个这个东西？是不是因为自拍杆挺烦的，还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吧，就是我们的生活的视角是很有限的，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有所有东西除了我们自己嘛，所以刚才那个俄国女生她说嘛 selfie 就自拍为什么会这么流行，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很好奇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是什么样的，对吧？那我们想做 Hover Camera 其实就是给大家那个第三人称视角，你在平时生活中看不到的那个视角。比如我很喜欢打篮球，但我其实从来没见过我自己半场跟人一对一斗牛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场景。哦，说半天就是自恋啊，一定要看自己干所有事的样子啊。当时想做这个的时候，是不是几个小伙伴一拍即合，大家说那都可以啊？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想做这东西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还挺疯狂的，因为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东西，所以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爱迪生发明灯泡的时候，别人也觉得不靠谱，对不对？我觉得所有的就把不靠谱的事情做成功，别人才会觉得真正的叹为观止。又了不起，你怎么突然之间这样了？说的话特别像人话，你啊，特别正经一下，可能是跟精英在一起被熏陶的啊，特别的了不起啊。那是这样，我们已经篮球框上来了，你看一看你自己打篮球的样子呗。对呀，对决一下嘛，对决一下。一博来，真的这个动作就特别帅。哎呦，唰一波，今天特别的激动，认出去，认出去，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见证这个时代的一个产物的一个画面。你看，真的，他这一瞬间特别像以前看的科幻片才会有的。啊，今天直接扣篮可以了。好，俩人斗牛了啊！斗牛对决，扣篮。
哇，扣篮扣篮，啊，换一波一波，哇，一波可以把它藏在衣服里边，找不着，一波一波一波找着，扩裆扩裆，哎呀哎呀，最后一下你呢，哎，真都能看到，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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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倒是过去了，先过一帅的，他这么着过去，漂亮，帅。哇哈！哇哈！一波得进一个，一波得进一个，一波进一波，一波一波。扣篮呐！扣篮呐！扣了一个，扣了一个啊！啊，降落下来，降落下来，都全程记录了是吧？哎，你别说啊，这个带出去真帅啊！对呀，老郑刚才说了啊，多功能运输机啊，女朋友住二楼。送一束花，你不知道自己上去啊？这很浪漫一点，对，这挺浪费的。对，其实它解决了好多那个，就是大家要一块儿去玩的时候，大家就把脸老放不进来，就一块儿拍多好。对，啊，如果说啊，要定价的话，嗯，这个大概得多少钱一台？我们现在其实还没有公布它的最后售价，就是跟海外媒体聊的时候，我们说了，绝对不会超过600美金。600美金，4000块钱，双十一的时候呢，能那肯定打折，能打多少？快到了啊，快到了啊，还五个月。我们俩是前段时间在酒店偶遇到，是偶遇到，然后朋友跟他在谈投资的时候，我看到这东西，我觉得特别棒。如果说需要投资，我也可以加一把。我觉得，哎呦喂，是的，您还有这闲心啊？谢谢您。我觉得这个创意和想法非常棒。而家庭出去玩，你说比如说我们家一家三口带着小木木一起出去玩，自拍杆它就不好看嘛。对，哎，飞到半空当中，全程记录啊。然后别人拿网子啪打过去，蝴蝶的，超蝴蝶，它有中文名字吗？我们其实一直很纠结，就是一直想不好中文名叫什么。哎，我能给起一名吗？哎，我挺想听。他不叫哈文吗？对。然后哈文，然后他起来那声音嗖嗖的，叫文嗖嗖，好不好？文嗖嗖，文嗖嗖，多有文化的感觉啊！对啊，这是一个特别上口好记的名字。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啊，特别神奇。嗯。而且我们这代人呢，对飞在半空当中特别神奇的东西啊，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哎呦，叫飞碟，是吧？这就叫容易传播吧？嗯。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解放了自己的双手，叫姐姐，叫就是撒，你可以撒手嘛，对不对？叫姐姐撒手吧。撒手。叫撒手而去。撒手人寰。撒手人寰啊！还原人的图像。哎，撒手人寰，撒手人寰，我撒手人寰不错。我一博，你想一个。叫什么呢？啊，这叫什么呢？这叫什么呢？您说这个是？您说那飞碟叫 UFO 嘛？对，您这也三个英文字母叫 AUV。好吧，又 AUA， 嚯，飞起来了 ！AUA，AUA 真的很不错，对不对 ？AUA，AUA 真的很不错。AUA 我马上想到了英文叫 Autonomous Unmanned Vehicle， 什么意思？就是纯自主无人驾驶飞行器或者汽车。哇，还真能对上，还真能对上。哇，大张伟把缩写都说出来了。哈哈，到时候就给你钱，给我钱，不用。对呀，我支持咱们中国这么棒的公司。谢谢大老师，谢谢大老师。免费的。说免费的，就为什么脸色都变了？没有，他说的免费是免费送他一台。哎，对，没问题，我等双十一啊。这个特别好，而人家这个孟秋啊。现在的公司团队啊，是2014年才成立的。哎呦，我们是一个很有朝气、特别有激情的。哎呀，一看你这些小伙伴，知道是费了功夫挑了三个长得最好看的，啊，是吧？慧慧、一凡，你们仨绝对是公司最好看的吧？我们主要靠实力，不靠颜值。不靠颜值啊，靠实力啊！人家是在斯坦福读的书，哎呦，啊，博士学位，然后后来又到 Facebook， 后来又到 Twitter， 然后阿里云，哇！惭愧，一凡和那个鹏飞，你们是怎么加入这个先进的那个共产主义事业、共青团事业？其实我最初的是在国外工作，然后回来之后是在深圳找工作，偶然间在微信上认识老王，他的那个梦想和我的梦想就很相似，然后他就专门从北京飞到深圳和我见面，然后聊了整整一下午，然后聊得特别投缘嘛，对，然后我就决定加入这个团队，对，聊着聊着投都圆了，投圆投方的不行，他特别谦虚，他说他从国外，其实人家是推特是要给他股份的，给他股，给他股份他都不要，
真的给你股份都不要就回来哈。但你不觉得中国人做一件很创新的事情很长骨气？嗯，骨气比股份重要多了。对了，其实我们真的是为了争一口气，因为我觉得至少在海外吧，大家的这个意识都是说中国产品就是价廉物美，对吧？对，都是廉价呀，性价比高。嗯，我们也能做出自己的自主科技的创新，我们也能做出货贵货贵的东西。对，就卖他们老外贵，卖中国倍儿便宜，好不好？就是对，就这样。老外600美金，对，中国人600块钱人民币，还倒给他们。对对对，好，就这样，就这样，这个创意就这么定。哎呦喂，哎呦喂，只卖600啊！对对对，小灰灰，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我的梦想其实和老王梦想很相似， empower people by technology， 通过新的科技然后来拓宽人的能力。你看说问梦想的时候，就一定是我们老帮家的人问你的梦想是什么。这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什么梦想吗？你可以发自内心的说一下你的梦想是什么，那个真正的梦想是什么。你有什么梦想？梦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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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梦梦梦梦梦想是什么。对，还有汪峰老师转的，对对对，老郑，你做完这个片子，你将来的梦想是什么？我梦想是啥也不做了，好好休息。哎呀，这个特别好，是实在的，带着孩子休假一下，歇着。一凡呢？应该说我们团队所有成员，大家的梦想可能跟老王都很像，我们都是希望说能够为中国人争口气吧，然后能够做出一个让世界为之侧目的一个产品。所以当初我也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梦想吧，然后放弃了在上海一个国企的比较稳定的工作，也很无奈吧，就跟我太太要分居两地，所以我就来到北京，然后跟着这帮兄弟们。现在没分居了吧？现在太太也在北京。没有，她还在上海。哦，你就为了追她，啊，为了追她，对，为了追她跟你太太，把太太分居了。天哪，你这太厉害了啊！其实我每次想到就是像一凡啊和我其他同事他们的付出，我都很感动，所以责任感也很重。是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产品做好。对，必须得做好了。嗯嗯，再开始拉票了。我觉得全场都应该会为他们投票。对，因为真的是特别让我们骄傲啊！对，中国人做出这么牛的东西。他们说着我特感动，在哪儿？就是我们做这个电影的最初也是几个创始人，当时梦想就是有一天全世界的电影院线里放到电影上有我们的名字，说这是中国人做的一个动画电影。这是促使这件事的最原始。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功的，因为动画片全世界的人都能看，没有什么国际啊。是，所有的朋友要支持我们这些了不起的人，好不好？来，比小桃心，来，3、2、1。大家，哎，谢谢朱小桃，先帮先帮先帮。完了，对啊，这太厉害了，又有郑老师助阵，又有老王他们团队，那我们接下来只能请大家吃蛋糕了，甜点，10块10块10块，好不好？来，上蛋糕。这个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镜面。镜面，对，请他们往后。Everybody，go back！ 哦，不，跟大家打个招呼。Привет。Привет，就是俄语，大家好。大家好。Меня зовут Ольга Носкова。奥利加，奥利加，欢迎欢迎。您现在知道全世界有很多您的粉丝吗？Мне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и неожиданно.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就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做了一些蛋糕，拍了照片发到网上之后这么受欢迎，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点赞的人当中有国际巨星啊，小甜甜嘛，哦，布兰妮，你看 ，They're almost too pretty to eat。他被称为是最有颜值的艺术品等级的蛋糕。从开始学做蛋糕到这个蛋糕火遍全球，才用了1年半的时间。哦，我问一下，刚才他那个拍照的啊，拍照那个抽油烟机啊，抽油烟机 AUV 啊，那个是600美金。您的这个特别漂亮的镜面蛋糕，大概要多少钱？我们先竞猜一下，王一博多少钱你会买？
那个是600美金的话，多少一个？500。500美金。嗯，好，都卖你了。真的卖你了。今天先生销量，峰哥，你觉得你们对的，你们对的，你得支持一下。对，我觉得差不多100美金。上海人啊。哦，他听懂了。我拿三年一听钱就能听懂，一听钱就能听懂啊。哇，那也真不便宜。六百多块钱，不，100美金，600多块钱啊，可以吃20多只油焖大虾了。哇！Но есть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е заказы, которых лучше промолчать. 哦，有私人定制的，那应该非常贵。它还有星空的，有蓝天的，有大理石，还有大理石纹路的。这个都是您自己想出来的吗？Я вдохновляюсь природой своего края и приходит вдохновение. 你看人家都会讲话啊，就带着国家、带着故乡发言的。对，出来的时候一定背了不少东西。这个是什么蛋？这个女孩看见哇，丝绒，丝绒表面。老郑一看啊，这带回去给云云，绝对。女孩喜欢这风格。女孩对这种，我们再拿两个给大家看一下。没有抗拒能力。你瞧人家做的蛋糕，晶莹剔透。你瞧这，哇，这是精酿的。就是这种，哇。多好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这个你想想看，多。来看这个。哎，他这个。特别像是钢琴漆做的那种东西哈。对，问一个特别大家关心的问题啊，这个能吃吗？当然了，这是蛋糕呀，这就不是靠垫儿，还是祖传用的，这就是。Ну конечно можно кушать。他的意思就是你给钱就吃。Мне очень важно, да не за. 给钱就吃，给钱就吃，给钱就吃。哪个可以给我们尝一下？Ну любой。这馒头，任何都可以。我们可以跟观众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可以了。哎，来个红的吧。谢谢爱妈妈，哈哈，爱妈妈，妈妈是超人，但妈妈不是超人，妈妈是老虎啊，这一点。啊！走吧，我们去这里。继续，新鲜有营养的一叶子面膜，欢迎大家收看《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哪个可以给我们尝一下？Ну любой。这馒头，任何都可以。我们可以跟观众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可以了。哎，来个红的吧。哇，大红大紫。老郑来，你先来第一勺，一切顺利。来，我们祝愿7月8号摇滚早一切顺利，一切如意，首日破10亿。哎，大张伟，你待会儿弄点下去给大家吃。好嘞，行。哎呦，这真好吃哎！нравится？哎，я очень довольна。太棒了！那个俄罗斯话怎么说呀？这卖100美金是应该的。Класс там。那个老郑吃完以后说，这个卖100美金绝对应该的。我觉得像这么好一个，200美金都不贵，你告诉他。Спасибо，非常感谢。太好吃了。哎，那个后头的观众要不要？我都听不到，奥利加都不好意思了都。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мне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非常感谢大家。Я слышала, что в Китае послезавтра день отца, и мы можем вместе с ведущим покрыть торты глазурью. Вы хотите? 我们来学一下，然后做完了以后再给大家吃，好不好？好。好，您教我们。Да, давайте я буду показывать.Кто хочет со мной вместе за руку? Убери. 感觉这个力道，感觉这个力道。给各位展示一下怎么交流的。这就是那个钢琴漆那么漂亮的，我的。哇！哇，这跟油漆是一样的。哇，真漂亮！200美金嘛，200美金卖100美金，我们都觉得冤。它这个颜色饱和度哈，就是特别的漂亮了。这不会就是漆吧？Справишься?OK， 你可以试一下，试一下。Yeah, no problem. 汪老师来了啊！汪老师永远都是浑然天成，无师自通，云云的转跟摊煎饼一样，跟煎饼是一样的。走，哎呦喂！哎，这颜色是真透亮啊！哇！Сделано в Китае。哇！这个好看，对，它颜色特别好。那是这样，老郑，你来给配这个，你往上放东西。配蓝莓，蓝莓，你是这样，你把我这泡给压了。
你挑几个老炮儿。对，你给我把这泡都给遮了，把我脸上痘都给遮了，再弄几个草莓啊。你蛋糕年轻哈，青春期长包呢啊。哎呦，真好看啊，真漂亮。哎，好看好看。奇形八卦，奇形八卦，奇门遁甲。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呀，可惜了，哎呦。看奥利加了啊。Я бы вообще, конечно, ничего не ставила. Мне кажется, он и так очень. 放两个酱口就够了。现在放这两个就已经非常漂亮了。哦，可以往上补啊。哎呦，哇，哎，点睛之笔，这个漂亮了。哎，你说我们俩当爸的，如果能够回家之前自己在家做个这个，绝对就牛了去了。我们问一下奥利加，像这些汁儿都是您自己调的吗？这些汁儿？Да, конечно. 不同的颜色是不同的这个水果味道是吧？ Не всегда, то есть это зависит от настроения. Я люблю фиолетовый, я люблю красный. 我们特别谢谢奥利加，然后祝每一位爸爸父亲节快乐。当遇到好的食物，然后又有好的这种创意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变得特别的美好。是的，老王，你们也来看看人家这多好看。你要不是这样，你把这你飞上去，我们大家一起拍个照啊。我能问个问题吗？你问。它是为什么会有镜面效果吗？为什么会有镜面效果？难的是啊，人家是俄罗斯来的，为什么呀？就是一个独特的。Я экспериментировала и получилось вот。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就是做一下实验，然后就实现了镜面的效果。老谦虚啊，它是这个，其实我们当时问了，它就是用这个巧克力的这种润滑度，包括它的重力，自己就平摊下去了。然后平摊了以后，巧克力它本身就容易有这种镜面的效果，但是一定是要热巧克力，然后它慢慢凝固。来自拍一个，自拍一个，拍一张。今天见证这么多历史的时刻啊！我蛋糕拍一张。OK， 前面两组呢都是用惊人的想象力还有创造力给自己的梦想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接下来你们要拍出的是谁？都说2015年是中国电影爆发的一年，这一局我们拿出的是江湖里绝对的大佬，人称陶爷，被誉为中国第一录音师的陶晶和他的团队们。我们请到的是以假乱真获得中国电影电视化妆界最高奖金像奖的肖劲特效工作室。Out of time, I want it all, and I'm wishing they stop trying to turn me off. I want it all, and I'm walking on a wire, trying to go higher. Feels like I'm surrounded by clowns and liars. Even when I give it all away, I want it all, just like.就跟他们在一起，自己都不怎么敢说话啊，对，怕自己的声音他们听着，哎，这什么声啊，不好听。我们欢迎陶老师还有肖劲，他们带着自己团队来，我们先跟陶老师聊一下。哎，我们有请肖老师，他们先坐休息一下。我听这个王超歌导演说啊，在北京啊，你只有在这个行业里面成为了顶尖的人物，你才能够称为爷。哎呦，所以这个陶老师在这个行业内不单是做人，关键是。水平，那无人能及，是，而且获得过戛纳影节的最高技术大奖、中国电影的金鸡奖最佳录音奖，还有澳大利亚的电影金像奖最佳的声音奖，那香港的金像奖也都获得，是，最厉害的是两次美国电影协会的大奖最佳声音金卷轴奖，这个是华人之光，这个了不起。其实世界电影级别里面，奥斯卡金像奖算是全能奖，但是金卷轴奖算是配音界的单项最高奖项。陶老师凭借《十面埋伏》，还有《金陵十三钗》拿到了这。你再说一遍，《金陵十四》是《金陵十三钗》，你就回不到当下了，你回不去了。这个连续两届，这个不得了，这个很难了。两次说句老实话，我都没有到现场。
是这样，您太不给美国人面子了，少爷，您这不对啊！每回去我不去是吧？说句老实话，制片部门也没人陪我去，我一个人提了包去也不合适啊。这帮是，您下回跟我们说一声啊！啊，我们陪您去不就完了吗？他们帮您提了包，对这些露脸的时候。但是十三钗的时候，他们颁奖礼上有一波加州大学的学生，学电影的，学电影的。完了，当听说《十面埋伏》有淘金的时候。哇，全都全去炸，一听中国的那帮美国人，对对对，当然了，跑过去支持中国电影。完了，他们很激动，因为在这个奖项上，基本上是西方人占优先，垄断，基本上垄断的，就是你要抢这个奖，确实有特别不容易。今天奖杯也带过来了，哎呀，给大家开开眼啊，哇，这是金鸡奖，这个应该就是。金卷轴奖，金鸡，哇，这个是最厉害的，是金卷轴两届。哎呀，这俩是最厉害的吧？金卷轴这俩，老郑，你争取咱们这个片子也弄一个。带翅膀的回来，哎，真的，我买俩翅膀吧，我啊，这俩年头不一样哈、啊，那个成色不一样啊。你怎么看人家金的成色呢？你这孩子999的是吧？这是，你刚画可能不能打个镯子？打个镯子，这就俩镯子。对啊，我厉害。这俩漂亮，叫2011年的，哦，这是04年的，所以它岁数。这是十面埋伏，十面埋伏，时光不一样啊，真的很漂亮哎，太宝贵了这个。跟您一波的，现在是不是整个中国电影界就是中坚力量了？我是七八班的。哦，对对对，那七八班那一班出了好多的人呐，那个时候太厉害了啊！那一班那个陈凯歌啊，张艺谋啊，包括我们湖南的苗苗导演啊，就是对对对，刘苗苗，那苗苗导演就是我们非常好的。那陶冶这个称号大概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大家口中？实际上，陶冶，所谓的和也。实际上是入学的时候，那时候到北京来，对，到北京来，那时候完了以后，这个哎，对对对，北京嘛，就来了，哎，爷，来的都是爷，那位爷，爷文化，完了以后，那个时候20岁都是互相叫爷，那么有一些人呢是爷遗留下来的，有一些人就慢慢的就是改换绰号了，完了像凯爷、凯哥、凯爷、何爷、何爷啊，夏刚、夏爷，那我哎，对对对，是不是就叫大爷？对对对。哎，我大爷，大爷，哎，大爷，去我大爷家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陶老师的代表作，跟那几位爷合作的代表作。陶冶，这声都是就是录下来的还是后期咱们想办法，比如说小妙他们想象力，哇，实际上在电影的那个现场是非常重要的，像那么大的那个就是部队的行军的行进，你
及是射箭，你最起码要有一个非常的群感的那个音色。对对对，完了以后再加上他们的那个编辑，各个编辑的那个能力、创造力。你看，我们平常也拍片子啊，就是拿一个杆儿在那么录着。你想想看，那么多射箭射出去，得拿多少杆儿录？这怎么录得下来啊？几万支箭啊！那个箭肯定是特效，那特效的这个实战的音怎么出来呢？哇，这个就叫。靠脑子了，前锋说的对，你要根据他的那个画面的那个东西不断的大场面大规模的是导演的意图，完了你的那个声音也得一层层的往上，对，然后就跟那个水打在那个箭上，对，那都是绝对是，因为声大了吧就又不像，声小了又感觉像滴水，他们那种把握程度特别的，那个应该是他们自己做出来的，特别细腻，纯粹做出来的事儿，这个太厉害了，太厉害。那接下来陶老师介绍一下您的四位学生，来，肖金是北京电影学院录音系毕业的，完了跟我一样，从那个美丽上海的时候就跟着我，后面就是十面埋伏啊，完了黄金甲啊，就一直到归来，这次张艺谋导演的归来，一直做的那个录音师，完了非常 nice 的一个人，非常好的一个人，这位是张艺静，也是北京张艺谋一个辈分，从那个就是山楂树之恋。一直到那个金陵十三钗，那个时候他的那个对白的编辑的那种创意和鉴别能力非常之强，一直到2008年奥运会跟我一起干了6个月，奥运会哎呀，那个时候张艺谋跟我说，哎呀陶晶啊，这个没钱啊，三点啊，一是没钱，第二不管饭，第三不许泡妞，这三点，我想张艺静合适，哦，就是把他给叫来了啊，张导还管得挺细的啊，对，开玩笑，我们反正是当真了啊，对，接下来这一位，啊，这是妙旭，小妙，啊，小妙，他是动效设计，动效设计实际上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门，因为他永远给我最新颖的音色和。创造力的音色在一个影片里边，有一些那个激光枪啊，或者有其他的那个刀枪剑戟啊，都是他弄的，是从哪个电影跟着我的？那个黄金甲以后吧，黄金甲以后每一个声音不一样，西游记特明显，就是是不是，然后不是那个孙悟空打的时候他会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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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他们同样都是那个，还能透射出人物性格，对，完全不一样，那个事儿，对，而且那个特效是不断在进步的。以前武打片我听到好像港片里面都是，哒哒哒哒，啪啪啪，现在都是那种，这种实声了，对不对？对。那个小叶，叶思成是中国传媒大学录音系的研究生，是我的研究生，所以是属于新一代的那个做。电影声音的各方面的声音的那个，这就是您的就是嫡传弟子了，要不然我们现场感受一下好不好？对，大家听出来了吗？一个人骑着马给你们送蛋糕去了，嗨，而且他马蹄声还加上那个马铃铛，对，锁链的那个声铃铛，哎，要不然是这，我来配合一下，好，你来铃铛，我来铃铛，我来马蹄，我来马，好，好不好？好，我马惊了，我。拐，好，骏马，慢一点，快起来了，追兵来了，爬不起来了，哎，哪个长的质量那么好？坐起来了，已经爬不起来，这哪个厂的这是？哎，这皮摔子可以买，打个广告这个。这是干什么用的呢？炸鸡翅。这个，我给大家做一下呗。好，来，各位闭上眼睛看看是什么事儿啊？感受一下，难得啊。哇！哦，踩雪的声音。踩
踩在雪地里的声音。大家，大家安静，再仔细听一下啊，自己脑补啊，脑补啊，这个大张伟逃难的时候啊，踩在雪地里啊。你是这样吧？大张伟，你逃难的时候踩在雪地里，我骑着马来追你，好吧？好好好，好。根本不是在一片草原上，这马应该也踩在雪地里。哦，对对对，马在雪里头怎么也出声了啊？对呀，但这个特别好，这两样大家都没有猜出来。接下来，哟，芹菜来了，这个有可能是模拟什么声音的？什么声音？猜对的话送一捆芹菜，回去榨汁喝啊。对，回去榨汁儿，能不猜出来吗？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新鲜有营养的椰子面膜，欢迎大家收看一椰子面膜天天向上。接下来，哟，芹菜来了，这个有可能是模拟什么声音的？什么声音？猜对的话送一捆芹菜，回去榨汁喝啊。对，回去榨汁儿，能不猜出来吗？什么？打骨折？姑娘，你太狠了点吧。太狠了，这怎么可能出来？谁敢娶你啊？对。你老公买把芹菜回去，你给他打骨折了。芹菜，我去！哇哟，真是骨折，真是骨折，姑娘！哇，心碎的声音，这是。你是不是学这个专业的？那要不就是打过，他不是常听，经常听骨折的声音。对对。哎，刚才都听得有疼的感觉，还拧开有带连着丝筋的那种。啊，筋儿都给你撕了。嗯。大张伟，你来一个，你来一个。我怎么老来一个？你来一个。我让你偷我方便面调料包。哎呦，太狠了，筋都给扯出来了。这个是怎么想到用这个？你是不是买个好多菜在家里？这个生活中注意到这些细小的细节啊，然后好像跟什么声音很像，然后我们就拿来再试。哦，陶冶，我特别想问一句，像干咱们这一行的，是不是对这个声音会特别的敏感？跟那个摄影师一样，并不是他眼睛有多亮，1.5啊，2.0啊，那倒是啊，主要还是要入心。你对那个生活当中每一个事情要入心。包括那个就是这个人的情绪什么样了，他有了什么样的心事了，他走路会是什么样的，诸如此类的。像小妙这个算不算是这个？我们之前看那个老的纪录片《女音师》，算不算是这个？就是女音师，女音师以前有一个老的叫钱守一，钱守一上影厂的，是的，哇，那个他做的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对，但凡以前看电影，女音钱守一，前辈，老前辈了，老前辈。那这个是易拉罐是干嘛的呢？因为当时在做那个《山楂树之恋》啊，老三带着静秋，然后有段戏是。就刚刚看到骑自行车的。对对对对，特别美那段嘛。然后陶冶当时要求我们。这一段戏一定要做出那种开着 F1 兜风的那种感觉。哇，法拉利，法拉利，法拉利啊，法拉利。哎，我们听听看，听听看，怎么个 F1？ 把自行车都骑出 F1 的范儿了，哦。可以配那种女孩不高兴了，撒娇是吧？你脑子里就惦记这声啊？是，我来，我可以试吗？啊，自行车骑出法拉利的感觉，你拿那，你拿那。哦，你怎么跟猪狗子一样？您的这个手啊，要力道还有那个转速需要配合一下。配合。你瞧，就是一个猪不愿意进圈的，还是猪，还是猪狗啊？你看，你哎呦，这是持续度，你就这不错了，不错了，大张伟，你
这还能弄出点声、啊。猪最后泄了气。我们前段时间有录一个节目，去了上影厂，嗯，专门去到他们那个弄声音的那个棚里头，嗯，就是有一条路啊。有石头的，有木头的，有什么的，然后摆了好多不同的鞋子。哦，对对对，专门配脚步声，那个就是拟音棚。哦，那个我们平时就在那个棚里去做模仿一些声音啊，都在那个棚里。哎，那要不是这样，哦，我们请峰哥啊，穿上高跟鞋啊，你来穿高跟鞋，穿上高跟鞋，给你定做了一双，好不好？来来来来来，太好了太好了。啊，不好。这是我的高跟鞋啊。这不带防水台的那个高跟鞋特别难穿啊！什么防水台？我经常以前老穿这个录大咖秀。你老穿高跟鞋？大咖秀就特别疼，这样。你有你还有这种癖好呢？巨疼！来，杰蒙，哎，你穿上，穿这个。对你穿这个不舒服，来穿这个。哦，这个比那个还高。扶点扶点，这第一回反正容易那个。我穿不进去，为什么要穿丝袜的原因？穿不进去，丝袜穿进去它会特别滑。你又知道了？哎，我们你怎么那么有经验呢？对于穿着高跟鞋，在女装这方面啊，真的是啊。你看你穿了以后，笑容都变了，你家声都变了。哎，来，真的好难受啊！这广大妇女同志是你看画面，辛苦了，辛苦了。对，你看画面啊。走这一段是吧？啊，一段啊，不是光那个，只是走道啊，得有那个啪啪啪那个。咱还是得看着画面的，有那个看着画面节奏怎么样？走着。嘘。你这太快了，而且太重了，你这200多斤的吧？这姑娘是。这块不如大张伟，不如大张伟，不够。你具有穿高跟鞋的优良传统。我没有说，你多，你看你多少年不穿，你肯定想。对，还想。嗯。哎，你穿这个大了吧？穿这个大了。你穿这个吧，穿这个吧，穿。穿这漆皮的，来来来，穿。哎，这个。那就是你以前做节目那双吧？没有，这是他那个家里珍藏的那双。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回到过去了？回到从前。哇塞，好棒啊！一边看那边眼啊，看那边啊，加油啊！你没跟上啊，漂移呢，慢了慢了。你是一个女贼吧？你是偷东西的是吧？你啊，怎么时快时慢呢？最后来一步，哎，腰间盘突出，你这来来来来来，还是老师上队，老师上队。我知道大张伟想走出那个扭的那种感觉，当然他没有练习过是吧？哎，要是那个练习过的话，你会哎走得有意思。您是专业练这个的是吧？小妙穿这个鞋子的时候，你看多兴奋！哇，我感觉他整个脚挤进去。我小妙老师自己啊，哇，看终于到我才华横溢的时候了。看了啊，看专业的这个厉害了啊！我专业的，大家看这个臀线啊，看他的造型，一定是要造起来臀线，厉害了啊！上楼梯那个声音不一样，哎，漂亮啊！哇塞，这个是厉害了，这就是细节了，细节，这就有细节了。我们刚刚都是叭叭叭就上去了。大张伟，大张伟，啊，给你一次搬板的机会啊！这就是往后坐，然后来回来去走。走。上楼的啊，好，上楼了。你上楼上太慢了吧？
好，不错，有进步了啊，导演，进步，有进步，真有进步了啊。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的了解这个拟音工作啊，我们要派出这个一博协助这个妙老师还原一段拟音片段，伪装者来。有那么多工具呢？对，要不然怎么吃得饱呢？又有包，又有木棍，又有锤子。大家就看这个片段啊，然后看他们的声音啊。一博加油啊！三、二、一，走。我刚才尤其那个挂那个那一下，那一下，我太厉害了！哎，老郑，这个厉害了，专业啊！就是人出了的时候拿这个东西，但是他这个篮球场的那种声音哦，篮球场也能用这个声儿哦，就是那个脚，就是那个脚，脚。一博可以啊，刚才包括那个洗手那个洗手那个水，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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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地的那个毛巾的声音，我觉得关键，你像那个小妙，他就是每一个点啊，很准很准。但是刚才呢，他们还说了当中有一个对白的剪辑，包括什么咳嗽声啊、笑声啊、哭声啊。陶爷，你跟我们这个，我们太有兴趣了，今儿不打开了。是有一个片段，大家先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片段啊。其实我非常自私，我既希望完成死前计划，又想保全你，让你活下。我算计了一次又一次，还是差点算掉我的性命。我最痛心的就是这次计划中，让你失去了最亲爱的战友，最敬重的老师。但你记住，他们的死并不是毫无意义的牺牲，他们用生命换来了第三战区的大捷，吃制着日军进攻的势头，保全了无数百姓的生命。他们死得其所，他是怎么来？这是一个片段，哥几个看看谁跟谁，是这样吧？先试试，我跟前锋，我负责哭。你千万别以为哭容易，很难，非常非常难。他哭的有那个节点和情绪在里面呢。对，我就来那个大哥的那个角色啊。好，先按照自己的感觉啊。you
使我非常自私。我既希望完成死间计划，也想保全你，让你活下来。我算计了一次又一次，还是差点算错了你的性命。我最痛心的就是这次计划中让你失去了最亲爱的战友，最敬重的老师。但你记住，他们的死并不是毫无意义的牺牲，他们用生命换来的第三战区的大捷，迟滞了日军进攻的势头，保全了无数百姓的生命，他们死得其所。哇，厉害！通到最后都哭出便秘的感觉了。哎，你们试一下。我真的哭了。哎呀，入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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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影帝，影帝！哦，太厉害了，太厉害！要是把它配成动画片啊！用来，对对，我负责哭，您负责喊，我带着您，您带着碗，好不好？哭，走着。迟滞了日本进攻的势头，保全了无数百姓的生命，他们死得其所。得嘞，得嘞，等一下，哎，得嘞，卖身葬父的这位，二师，您看我们这还行吧？很不错，它是各个类型的影片，对，本来就是一谍战片，他们那叫这一喜剧片。刚刚大张伟配的那个，还行，比较单一啊。啊，意境，你觉得前锋这个也挺棒的？你看，只说了个也挺棒的，意思就是大张伟很棒，你呢也挺棒的，就这么回事吧。因为我们哭的是不一样的视角哈。对对对，因为他跪在那儿，他那个形态是对的，所以他的气息是能连接上的。哦，就应该没跪下，应该刚才跪下的。演员是什么状态？对，配音演员就应该是什么状态？对，就跟我们看那个短片卷福演那个龙一样。对对对，是不是？那个非常好，那个是。你刚才就应该跪下。大张伟最后的时候想憋出一点水来，但是没有。对吧？因为他有那个，对，因为人哭到特别伤心，有鼻涕的声音，鼻涕响都出来，对啊。我知道你的努力，也是有一定的生活的，啊，就经常哭，也是失过恋的人，对对，经常哭的人，对。特别感谢啊，咱们这个陶老师他们带我们进入到这么一个完全新鲜的世界。看现在中国电影如此的蓬勃，是，但是这些票房后面有太多太多我们这些幕后英雄。再给他们加油，再给他们加分。我们有的时候拍片子，我们最害怕就哎，录音室那什么穿帮了，高穿了，高穿了，对，杆要穿了。我们只有在这样的场面当中，我们才可以感受到，录音师简直是太牛了，太牛了。我们把我们自己无比崇敬的掌声送给陶爷和他的团队，感谢陶爷，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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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好，面对陶老师这么的大师巨匠，我们要拿出我们的压箱底儿宝了，我搬上我的宝贝们。韩哥，谢谢宝贝。一博呢？一博，一博呢？一博不是坐着吗？没有，这不是一博。一博，因为一博要有一个等一下大变装，大变装。以前大张伟经常干，对，要化一个妆，哎呦，特别神奇。出现以后你会觉得帅呆了，就惊了，惊了啊！你可以看啊，他是一个魔法师，哇哦，人称肖 Sir。肖 Sir 呢，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化妆师，哦。它可以让瘦子一夜之间变胖，变胖啊，让胖子一夜之间变得更胖，对，让年轻人变老人，让人跟猛兽同时飙戏，甚至可以克隆出每一个你们，而他这是实体的化妆师啊，哇！肖 Sir 参加的这个电影作品也非常多，我们来看一段 VCR， 看看肖 Sir 的作品，作品集锦。
太有冲击力了，这些。刚才看那个片子的时候，寻龙诀的时候，现场好多人说，哎，就这，就是这个，就是他。小Sir，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小伙伴，帅哥李松，李松是。在韩国学习，然后后来现在在我们团队。我现在主要是负责一些工作室的假牙特效类的一些工作。假牙特效、特效假牙。那什么獠大獠牙呀，吸血鬼啊，对，尖牙呀，什么的。对，没错。好，下一位，下一位孙野。哇，你们那每一个长得都是帅哥呀、啊，长得像某一个明星。是大家说像谁？像我，对不对？像谁？余文乐。啊，真是，这你们都能看出来。练，你看，鱼尾纹一乐就是鱼尾纹。鱼尾纹。李松是负责牙这一门的。嗯，您呢？我主要负责就是大大小小的一些模具，好多东西就是设计模具，有模具了之后才有这些东西。那就包括那些。啊？干嘛？吓人！现在动的头在摇，你看。你这么说，郑钧老师最害怕。因为那个刮风。什么东西？哦，刮风是吧？比如说我们帮一个演员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第一步骤设计完了以后把这个演员去翻模。我倒过模，就整个把脸给糊起来。他上次为了把自己弄胖啊，他就专门找人帮他倒霉。倒模，不是倒霉，倒霉嘛，倒过大霉嘛。不，倒模。乐乐很多的工作就是在乐乐是个外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喊成乐乐，众乐乐不如杨乐乐啊。这个特别好，负责这个模具。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下一位，小童这个头就是搬道具的，应该是吧？哇。大家好，我叫佟向明，小明笑话故事里面小明，小明您是哪个方面说笑话的呀？是主要是负责特殊道具制作，然后还有上色的工作。特殊哪些算是特殊道具呢？这些都是特殊的哦。那个李东宇干尸都是您制作的，你记得吗？我们到过那个新西兰维塔工作室，哎呦，那个库房里头特效全是这个呀，模型各种啊。我们的梦想就是做中国的维塔。中国的维塔，了不起，维塔工作室现在已经是拿过怎么做奥斯卡金像奖，指环王基本上全都是他们做，太漂亮。阿凡达，只要美术出得来，他们就擦一下就给你做出来。想的想不到都能做哈。对，接下来苏宁啊，苏宁够了啊，电器。大家好，我就住苏宁。那您主要是负责我就是做电器的。没有，人家只是名字是这个。我在工作室主要负责电子机械。你看人家真是电子啊。应该你家小木木喜欢他。修。对，苏林是电影学院研究生毕业，主攻电子机械这一块。您本身毕业作品应该就是做这些东西。对，我在电影学院研究生的时候毕业作品做了一个电子机械的大猩猩。啊，猩猩带来了吗？猩猩还是那个猩猩吗？猩猩还是那个猩猩。哇，看，这太厉害了，小猪。这怎么动的？这我能开启一下吧，谢谢啊。哎呦，你在后头跟他配说话，你负责跪在那哭，负责喊，我带着你，你带着吧。这次行动。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害死了你最忠诚的朋友，你的老师。这段词儿是猩猩说的呀。啊，这不是猩猩说的，是你抽搐，是他。你抽搐。啊，我来抽搐一下啊。哎呦，真是像啊，人类，现场所有的人类像。你们都是由我这个模样进化来的，可怜的人类，没想到你们都变成了今天这副模样，啊，太让我失望了。你这种范儿啊，这动起来真的，哎呀，哇，做出这么东西，你自个儿玩了几年啊？天天在家对话，三年研究生的时间，花了三年时间。哎，你怎么喜欢研究这个呢？从小特别喜欢动物，然后。别让我们呢，臣妾做不到。小时候就喜欢动物。上了大学之后，特别喜欢《指环王》这部电影。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对。我本科是学化学的。然后我就喜欢上这个。嗯。哎，你去过我们说的那个新西兰的工作室吗？你一定要去。你去的时候你就报我的名字，他们不见得会认识啊。你试着报一下。试一下。就是他们那个脸模室有我的脸模，我的旁边就是李小龙啊，反正就是他们这几个人。真的，都是过去的一些。都是过去的。
我们看到这种电子马啊、大象啊，内部的机械都是它。那咱们现在能看看吗？展示一下呗。大象，大象，大象，先进入大象，大象，这是全球第一只电子机械象，全球第一只。今天来观众都，我看都是。再继续。新鲜有营养的一叶子面膜，欢迎大家收看《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我们看到这种电子马呀、啊、大象啊，内部的机械都是它。那咱们现在能看看吗？展示一下呗。大象，大象，起来，大象，先进入大象，大象，大象。哇，真是！哎呦，哇，有，这鼻子，我鼻子能动了啊，动了。这拿什么材料做的啊？真像！哎呀，动了！太逼真了吧！啊，这都可以控制是吗、哎？这个机器是控制眉骨。哦，眉骨，眉骨都行啊。对，这块控制。对，然后我这个呢是控制两个眼珠部分。哦，眼珠也能动。哇，哎，眼珠真能动。这是全球第一只电子机械象，全球第一只。今天来观众都，我看都是全世界没有过东西。我眼皮儿，翻白眼，翻白眼，小 S 那个连翻十个不带喘气儿的。哟，这眼球，哇，这眼球跟人像想出来了，你这是打响的眼滴溜溜溜转。哎，能摇起来吗？动起来，造起来，摇头晃脑，这太像了。这个表皮是用发泡乳胶。肖 Sir 像做一个这个得花多长时间？花了有3个半月。这脑子里全都是机械啊！为什么要设计这个大象了？因为我们是给一个电影的制作的。电影里面大象有很多表情，比如说需要生气，生气；比如说需要愤怒。真的像了，那可能就做不了那些表情。要不要大家配合一下，来大象的喜怒哀乐给我们展示一下？对，看一下开心是什么表情。开心的话，开心晃鼻子，摇头。看那眼皮，哎呀呵，撩妹嘛这是。好，接下来愤怒。愤怒的话，他眉骨收起，对，就表示愤怒了。现在来一个难过，难过什么呀？难过的一般就是低垂头丧气，低头丧气了。你看眉骨应该耷拉下来啊。难过了，但是突然又高兴了。你吃错药了吧？这个也是能动的吗？这个哦，这一匹马。前锋啊，前锋啊，就是从来不敢骑马，马是他的心魔。我们有一次拍宣传片啊，前锋往马上一坐，马的脸都白了。马说这主坐在我背上，我是不是走一步就把他摔死了？他特别害怕，特别紧张。对，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个假的马头，下面是根棍儿夹着。神经病，就是说您都骑身马，他在这旁边这么着拿根棍儿在旁边跳啊。那也是特效，特效。但是比起那个马头，这个可牛多。多了，太漂亮了！这个能骑吗？能骑，而且可以动。这个会动啊！峰哥上去，这怎么动啊？上去后面那个人帮你慢一点，慢一点。这个也是拿那个材料做的，太像皮肤了。你像你一上去，马脸都白了。然后这毛也是。紫薇，紫薇，准备动了，峰哥准备动了，慢一点，坐好。他会动吗？他会动吗？可以慢一点，慢慢的。来，我们把镜头卡住，给前锋拍一个。哎，你看这个镜头拍得多好，卡好，这越来越快啊！哎，这人超速度哈，现在速度越来越快了，对，基本上已经到奔跑的那个。啊，我一点都不怕骑马了，啊，好，终于圆了我一个骑马的梦了。让我们红尘作伴，吃的白白白白胖胖。紫薇，紫薇上马来吧，紫薇，我有点瞎了，我搞起来吧。毛做的太细了，来，峰哥你下来，你看老郑有好多事情要问。你看他那毛，你看那毛特别硬，他的那个材料上再加毛很难。这是真马毛吗？这个皮不是我们去杀了那个真的马，这个皮实际上是发泡乳胶材料，但是毛呢，我们是用那个静电手法来做的，就是说这个毛啊，大家知道那个用静电的话，把这个头发可以立起来。对对对对，马的毛很短，我们买了纤维毛，然后用静电的方法把这毛立起来。哦，粘在这个马的身上，离子烫的感觉哈。这些关于女性的这些东西真是特别的熟，特别了解，从高跟鞋到离子烫。刚才你提的时候，如果说陶爷给我厕所的那个啊，嗯，我就可以给你配音，啪啪啪啪啪啪。哎呦，
就是全套了啊，这就全套了，直接让你。然后布景后面再抠下啊，对，绿的，你就弄得跟真的一样了。啊，干嘛呢？沾了韭菜了吗？我想寻思家巧怎么出的事儿。话说一博已经化妆完毕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一博到底被萧瑟的团队弄成了什么样。不想站在他的旁边了，精灵王子，干嘛去干嘛去，你高冷高冷，不许笑， hold 住 hold 住，不能笑。哎呦，我刚好饿了，这俩小花片哎，你摸摸是不是真皮的，我真皮的，眼球现在也变成眼球是蓝色的，眼球的颜色都变了。小小这个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其实我们刚才就做了两个假的耳朵，差不多15分钟吧，然后粘个头套，戴了美瞳。王一博，你想不想一辈子就这样下去？想吧，挺帅的，我觉得。哎，真的帅呀、啊！这样过安检行吗？又没金属的东西，没问题吧？我们本来准备让前锋来做的，后来一想脸太大了。我们装俩精灵王子。一博，你是这样，你今天这一期什么都不管，你站在这儿让大家照相，站在相后面让大家照相。照相。哎，那等于说今天有马，有象，还有狼，然后要有树跟鸡的话，数码相机里边全来。哎，这个也特别像，但这个。是可以套在手上的啊！我的手控，这个是帮那个电影《狼图腾》时候做的假狼的模具，对，这像标本吗？是假的，里面也是发泡乳胶。这个舌头是用硅胶做的，硅胶啊！哎呀，那我摸摸，跟泳帽是一样的啊。然后牙齿也是假的，它里头还有点那个保湿的这个东西，对，口水都有。这不是现撒？没有，是做上去的。哇，帅，帅帅！今天刚放的，放好了。武龙武士，您是武狼的，哇！你可以让他咬脖子，咬脖子啊！小兔子乖乖，来把门儿扣扣，配合一下。哇，舒服！哎呀，这边加力一下啊！哎，这个按肩膀也挺合适的哈，让我扑过来啊！哇，真香！这个，哎，老郑，你试试。自己的一条手臂是个狼头，在《狼图腾》里面那个狼啊，哇，这个刺激，这个太像。跑到羊圈里面，抓着羊的脖子，拖着羊走，就是用这个拍的。哦，拍的特写，羊都吓坏了吧？说这什么东西？这是没见过这种狼。我们拍的是人，有个威亚线穿过嘴巴，然后把那个羊给抓住，后面有个威亚掉，前面是哦。对，因为你想想看，像这种动物的影片，它不可能跟你完全配合的。是，你就包括这次小李子《荒野猎人》，《荒野猎人》里面其实大量的都是像这样做的。对因为你不可能一爪子说拍哪就拍哪。对，全要靠像小 Sir 他们这样的来做出这么完美的道具。是的，谢谢。它不是标本，它没有杀动物，对，非常了不起。你可以给大家看看里头，它就是标本。它不是标本，太像了，就是标本。哇塞，哇，这个也很保暖啊，这冬天买个，这可以当手套啊，上街两个手套。其实，在那个狼图腾的时候，我们除了做了很多很多不同狼的仿真动物模型之外，我们还做了好多马，彩的兵里面死了各种各样的马。哦，对，特别经典。这所有的马都是假的，做的实实在在的模型。当时真以为是把马杀了吧？太震撼了，这。其实我们这个团队干的活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做这种特效化妆。你像刚才周迅啊，他们那些啊，包括像陈坤火锅里头那个打的那个，对。今天小彩儿带来两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请大家来看一下。哥们，你被打成这样，你还嚣张啊你！这个是《智取威虎山》当中
梁家辉坐山雕的这个妆。哇塞，电影热映的时候很多人都纷纷表示，哎，这梁家辉上哪儿去了？对啊，对，坐山雕啊，这哥们被打成这样还那么嚣张，眼睛那么肿，怎么样吧，生下来就这样，了不起吧。这个呢是火锅英雄里头陈坤受伤之后的被打肿了特效妆，很多观众朋友看了就无法想象是怎么给弄的。对呀，其实还可以再摸摸他，他这个可以摸触一下。哎呀，哦，这是一个就是外面这一层，对不对？包括那个鼻子的鼻头啊，可以捏一捏。哦，哎呀，这是硅胶，美国硅胶，手感一样，一样一样的。我也是做的。小子，像这个妆大概画出来大概要多长时间？这个妆其实是在陈坤的脸上做的原始的倒模，然后我们每天画这样的一个妆，一个半小时左右。一个半小时，这个有可能时间就久了。这个差不多也要两个半小时左右。我之前扮过一回龙王，画了七个半小时。你扮谁啊？葫芦娃，扮的龙王。哦，龙王，龙王。所以我觉得你看看这个真的是特别的了不起啊！厉害厉害厉害！我们再次用掌声欢迎陶冶他们啊！哇。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好像受到过什么特别神秘的这种事情，完全就是靠灵感，灵感就是来源于你对生活的仔细，这要多么的热爱生活，热爱自己这个事业，而且是几十年如一日，因为他们的努力才让我们中国的电影有一个如此爆发的时刻。所以我们再次要把我们自己崇敬的掌声送给我们长沙的每一位，包括我们投入了6年时间来做电影的郑钧老师，感谢。好了，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拿起你们的投票器，你觉得红队厉害就投给红队，你觉得蓝队厉害也投给红队，好吧？就这么大公无私。作为支持郑老师的电影，好不好？来，请投票。来，投票。电影大红大卖，我们红队和蓝队。红队以绝对优势压倒性胜利，我们恭喜红队！谢谢老师，电影大卖。谢谢。本次我们要捐献的学校是甘肃省平凉市特殊教育学校。耶！恭喜红队获得胜利！天天向上合作，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新鲜有营养的一叶子面膜，欢迎大家收看《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总是会突然遇到一些美好，让我愿意付出所有，总是会偶尔遇到冷酷的人，让你感到很受伤。先生课堂新鲜开讲，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超人气拍照手机 OPPO R9 提醒您下期看点。风云姐姐郭采洁霸气回归，气场惊人。头长那么大一个有什么用啊？阿嘉伟，一天到晚 biu biu biu， 没看你 biu 出个好成绩，你赶紧回家找经纪人补习去。顽皮学弟陈汉典闹腾校园，乐翻全场。跟采洁站在一起，我就很眼熟。神经病啊！你神经病啊！跟我好好聊天啊！语文先知，颜值爆表，新鲜教法，念 rap， 玩游戏，领略语文奇妙。我最喜欢上今天我要去天安门，大早的心情是格外精神。老师，英语先知带你恋爱技巧大揭秘。您当年追乐乐的时候是怎么表白的？我对，讲的唯美一点。I love three things: the song for the day。The moon for the night, and you forever. 化学段子手先知，讲段子玩实验，教你成为生活化学小能手，打开奇趣化学之门。我们学校的所有的女老师都非常喜欢前锋，当然是有一个群体中老年妇女。浙大最红体育先生带领学霸啦啦操队，一起学壁咚，乐翻天。你不是一个前锋，抛什么媚眼啊？对呀、啊。叔叔你好，嘿爷爷，叔叔爱你。哦，下周晚叶子天天向上，先生课堂，别人家的老师大集合，新鲜扬言，样感十足，一起开启快乐暑假。再次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叶子天天向上》，感谢 OPPO 拍照手机对《天天向上》大力支持。明天和大家一起收看韩哥的新节目《我想和你唱》。这期的嘉宾是费玉清、张韶涵、周笔畅。拜拜，下期见。
心中。